感谢哈，阿元没有支付任何的助教费，请了两位专家哈，因为我们杨姐经营某某连锁店最高要五家分店的店长，好，那个我想到那个压力有头皮发麻哈，好，那愿老大愿勃然大怒，录影中我不要讲，不要讲你的梦想哈，不要讲，祝您有机会到美国都留学读书，好。OK， 好 ，OK， 然后呢，叶老大也是很多的攻读经验哈，所以在也在那个手摇杯饮料也他有一张丙级证照调制饮料了。那今天呢，请他们做，上周是做传统粉圆，今天是做快煮粉圆，然后有他们专业技术。那等一下会先开始先刷洗我们的锅子，用我们的洗碗巾，用我们的洗碗巾。好，然后呢，把这些刚买到的锅子跟红茶桶等等做一个刷洗。来，我镜头要过来喽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有四个年轻伙伴，大二的伙伴要来协助，听两个学姐的建议开始进行。好 ，OK， 好，动作开始。好，我一边录一边拍照。我们就现在要装水，然后一组去装红茶的水，一组去装真。